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别谢我，是小黑救了我们两个。小黑，是他的名字吗？是的。小黑跑起来可真快啊。他身上还带着伤，否则会更快。哎！啊！这个怪物还不肯放弃。嘿！去！小黑，对不起，要辛苦你了。什么？抱紧我的腰。啊！快！哦。小黑，跳！放开我了。哦，小黑，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这样发力奔跑，对小黑身上的伤很不利。小黑刚才那一跳，实在是太帅了。我就是想感谢一下，没别的意思。小黑别生气，他是朋友。来吧，你来跟他问问好。别误会。看来小黑不太喜欢我。来吧，小黑刚认识你，还有点不适应。谢谢你，小黑，你是真正的英雄好汉。啊？怎么了？小黑是女孩，今年4岁，才不是什么好汉呢。哦，哈哈，原来我今天连续被两个女孩救了。你不是也救了我一回吗？有吗？我怎么感觉今天我很没用？以前还一直想英雄救美呢，结果是被美人救了。我看你虽然不是英雄，但是比狗熊要强多了。的确如此，不过你说这样的话，恐怕狗熊大哥就要生气喽。你这人还挺逗的，说你狗熊也不生气。小黑，是不是跑了一阵又饿了？他就是你这些天一直来送饭的朋友。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想不到。这样算不算交换给你的情报？是啊。那我们扯平了。喂，别看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这太失礼了。小黑，咱们走。这个人呆呆的，
老是盯着别人看。